為咧，你而家你啲 P 咧，點解你呢個水，因為個速度同你打啲手打啲法咧相差咗四，你啲波咧係相差四嘅。咁所以我呢啲波又會高下，通常正常打嘅，正常啱打低啲，我正常打佢啲打波，我話你啲波打到上去，佢沿住呢個角度打，咁點解我啲波就冇呢啲咁開？多年。